哋有區議會嘅職能，亦都有權力入去監獄，係去探望所有嘅在囚人士。希望大家鼓勵你自己所屬嘅區議員入到監獄裏面探監。而香港逐漸除咗邁向國際，我哋亦都立足民間。甚至係有一條388位嘅區議員係入到監獄裏面，係去探手足。希望大家係繼續支持我哋嘅未來一年嘅抗爭。喺2020年，我哋就繼續香港嘅抗爭帶到去國際舞台，繼續係去推動制裁機制，係讓到警察，讓到黑警，係要面對佢哋國際嘅輿論以及佢哋嘅後果同埋責任。多謝大家，再相遇。支持香港逐漸，我們很需要有大家的支持。在未來的遊說工作、未來法案的推動、未來國際的巡迴演講，以至到和國務卿、外相、國會議長的交流會面，我們很需要有你們的支持。香港應該只是被視為宗教的香港，香港
佢哋係純真同愛。又頭先人中醒，又俾雷拉點解佢哋零笑喺度？但係九點五十五分，我已經到達目的地。大家如果知道點解佢哋都話要喺度嚟咧，你會認真咯？你會認真咯？你會認真咯？籌集星火的資金，繼續支援在今次這一場運動裡面受到逼迫的前線抗爭者，被濫暴的普通市民。今天我們只有三個字：撐星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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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撐星火。希望大家可以過嚟繼續支援星火的工作。星火的工作是有往績可尋，由魚蛋革命開始，星火都一直守護住前線的抗爭者，守護住義士。我哋嘅港共政權無所不用其極，非法凍結咗星火7000萬嘅資產，但我哋係會繼續支持星火的工作，繼續幫助前線的抗爭者。我們一班的新任區議員今天在這裡為星火籌款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星火的工作。光復香港，光復香港，光復香港，五大訴求，未
一不可。香港人放手，香港人放手，香港人放手，我们绝对不可以放过那些逼迫我们香港人、逼迫前线议事的人、银行同埋呢一个港共政权。今天我们一班新任区议员来到这里，加油啊，姐姐啊！好，我有教会弟兄姊妹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
識唱到你一齊唱好嗎？繼續加油啊！是大家的祈求能穿